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其实你们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一拍完我走出到门外，我就看到他们站成一排，然后就是跟我说辛苦了辛苦了，然后我也说不辛苦不辛苦，其实是他们辛苦了。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从今天起啊，我就不是单身了，因为我想和你们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今后的日子我们互相陪伴，一起走下去，好不好？我当时说，我一说出，我说我要谈恋爱了，我说出这句话，我感觉他们就全场都是都一下子说不出话了，不知道一下想退票，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后我后来再给他们表白吧，是。其实我算是一个挺不会说话的人，因为我一直想感谢他们，但是我也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。最后感谢你们对我一路的陪伴，我也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们一定也会越来越好。好多人都是千里迢迢跑了好远来看我，没有你们我觉得我这演唱会也开不成，没有你们来看，没有你们来听我唱歌，我唱给谁听啊？我这人虽然记性不太好，但是我看人有的时候还是挺过目不忘。来接我的机啊，送机啊，然后可能在我排练的很晚还在外面等我呀，我都会看到，我会记住他们。就是恰好的时间，恰好的人，恰好的完成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恰到好处的。他们可以看到你吗？他们好像是我的星星，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，然后支持我，感觉很复杂的心情。这首歌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初衷，我希望我们一起向着光亮的方向。
蝶没光照耀着肩膀，掀起另外半球的巨大海浪，好似交响。蚂蚁们举起石头，野村君结队飘过雨前河流，手牵着手。这一场亚洲巡演是我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，我真的特别幸运能遇到你们，也特别幸运有这么多在我身边帮助我的人。最后我希望能把这美好的画面留念下来，跟我一起来拍张照片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头发捋捋好。三二一，好，我再站起来一张啊。三二一，今天是明天的开始，每天都不一样。许魏洲的演唱会还要开第二次呢，谢谢你们。还有第二轮巡演，还有第三轮巡演。这一路走来，酸甜苦辣样样都有，真的是何其有幸，三生有幸能够遇到你们，能够遇到你们这群可爱的人来帮助我，所以这一百分给你们。我的肩膀掀起另外一半球的好似交响。 Tiger Yes, sleep. It's only beginning. 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，希望以后能更好，然后你们也会看到一个更好的许魏洲。中行走，瞳孔里有一个世界，有一整个宇宙。你是新的树木，是现在小小山丘。以前当年不能比，当年他那个框可以扣篮，你知道吗？当年这是我们，我以前真的能扣篮。对，这边最矮的框他可以扣篮，有一个这样最矮的框，就是这个框是斜的，是吧？打完球再去网吧，网吧好再去吃什么？你们讲点积极向上的啊！我们讲的哎，还有吧，这个我们给我女朋友，一打完篮球回家就一起做作业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知道吧？太假了，太肤浅了，偶尔露一下就可以。那你说你喜欢？天天露露就行了，对吧？看光了，我们要保持文艺的气质。嗯，不是他们一直就想要那个什么？是的。我要让他拿个金色的鞋。哎呦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逗，我一直想给大家讲，没有机会。有一天我们在北京场的彩排，然后去彩排的现场，去排练的现场，然后我们车到下车过后，他车上也睡了一觉了，然后我说哎，你想吃啥呀？我说我去买中午饭，然后他特别认真地告诉我啊，我没吃饭吗？
我刚刚不是吃了好多东西吗？我一个问号问，我说没吃啊，我说刚从家老就到这儿，他说哦，我刚在梦里面吃了好多东西。我手机里面特别多他睡觉的照片，各种学校的睡觉照片。哎，老领啊！可是这里面我就是封尿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有成绿的，我们现在阳光就是你那个屋檐那个缝隙，洒满了我的脸庞，我的心在此刻荡漾，你的爱温暖着我的胸膛，多押韵！如果这就是爱。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不是衣服裤都坏了，换衣服还拍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